玩具 TV 第三季第六集。哇，今日基本上我哋要讲嘅玩具系列都几乎全制爆，真系。咁啊，又讲咗 SHF 啦，又讲咗 Figma 啦，又仲 SIC 咯，讲埋 SIC 啦，系啊。哇，再嚟个 Vivo Tech 山口式。咁啊，头先我丧丙完呢一只 SHF。好，頂埋佢啊！好啦，究竟呢一隻會點呢 ？Sorry， 我唔知道，因為我未開。咁啊，望翻本身山口式 Amazing 系列嘅 Vivo Tech， 咁啊啱啱出咗呢一個漫畫版嘅 War Machine。我自己講咗先，之前嗰一隻 Iron Man 我係冇買嘅，因為佢 QC 係衰到無倫，我基本上我喺坊間度揾任何一隻。都冇一隻係正常嘅，所以我係冇買。不過今次隻 War Machine 我係揾到正常嘅，我唔係話特別好啊，係正常。呢個要睇幾多隻先揾得到咧？唔講啦，越講越猛啊。咁啊係。咁啊，始終山口式嘅 QC， 你問我真係衰到爆炸。咁啊，但係點都好，佢個造型咧，亦都真係型到跌渣嘅。咁所以變咗今次呢一隻 War Machine， 我好好彩，我揾到一隻唔錯 QC 嘅，係。正常啦，唔好叫唔錯啦。咁啊，而家好積極咁樣搣緊佢啲膠紙。好粗暴，我見你搣膠紙。唉，唔通即係成隻咁掹出嚟咩？呢啲趕頭趕命嘅，冇辦法啦。咦，幾得意喎！佢個大髀嗰個關節嗰個切面咧，好似鐵機械喎。係，其實本身Vivo Tech 佢嗰啲關節嘅切面咧，佢。即係比我覺得反而係鐵機巧係有啲參考，因為真係佢喺好早期嘅 try 跟嗰年係啦，已經係用咗好一啲好獨特嘅切面咧，就做一啲好好有霸氣嘅動作。唔好意思，或者係啱啱新買咧，所以而家係即係好努力咁樣搣緊啲膠紙，咁啊可能一陣都搣唔曬啦。但係 anyway 咁啊，其實呢個系列我一直都未玩過，但係我即係因為次次咧我都係睇個盒，覺得啲 QC 唔得，我真係冇勇氣買落去。佢都幾貴，佢都五嚿幾水啊嘛要。係五嚿水左右咯。係啊，咁我就覺得有啲貴，但係我劈價嘅情況之下，其實呢嘢我咪算都幾靚。不過我唯一對三口式咧，其實佢之前一路都有出啲 Iron Man 嗰啲咧。佢唯一一樣嘢令我唔滿意嘅就係塊面好闊啊，成日都。哦，佢唔知算唔算係特色咧？我覺得係嘅，我真係唔敢講。佢係擺明係要一個即係咁嘅 style 先至安樂。佢全部都係國字面口，個頭係好方咁樣。所以如果你係中意開嘅，就會好易接受咯。你如果即係覺得喂，嘢有冇搞錯啊？咁你其實呢一個系列根本就唔會買。但平時嗰啲因為瘦得滯，咁我的國字面咧就有啲奇怪。但係呢只咧。我覺得佢個面方咧又好 fit 喎，佢喺擺佢呢度就好靚喎，同埋佢身形真係冇得頂嘅呢只。係，我淨係搣膠紙都搣咗我鑊金啊，大佬真係。好咁啊，睇下有啲咩嘢花相機啊，係。咁啊，都影一影個排架撐先啦。我諗好坦白講，即係短時間我未必可以玩曬咁多個 effect 噶啦。咁都係咁以介紹下佢本身包咗啲咩先啦。主體導彈架、格零式機關炮。一堆架撐，仲有造型手，就是第一排件，是第一排件啫嚇，暴力啲啊冇所謂，唔緊要，我掛落刀啊。哦 ，OK， 好暴力啊！暴力出奇蹟啊嘛！好，第二排件就包咗一啲 special effect。哦，好個 band 帶啊，仲係咁啊！另外有一。大堆最細好嘅 Vivo Tech 嘅關節，喂，而家有跟保險咁好㗎，即係佢驚你玩斷啊！其實本身你呢一啲可以插翻啲最細關節，就做翻個特別 effect，可以即係唔同角度去即係發射啊，諸如此類嘅。我係插呢件嘢攞嚟。係啦，咁啊，另外有啲導彈手配件，不停咁樣俾啲格零式機關炮你嘆。所以講呢一個可玩性咧，其實 Vivo Tech 係幾瘋狂嘅。好咁啊，呢扎我推翻開佢先，咁係咁耳朵望一望翻有啲咩主體冚翻落去先啦。佢本身呢一啲位其實幾鬆嘅，咁所以變咗，如果即係大家滾滾地嘅話咧，我都建議你真係可以用啲 blue tape 咧就
係啊，揩翻啲邊，咁啊變咗又冇咁鬆，咁但係佢真係好鬆嘅。其實佢呢個造型都幾電影嘅 Mark Win 嘅造型。classic 嘅 war machine 我可以咁樣講。咁啊變咗我自己就幾 buy 嘅。佢杯上面有好多個窿咧，係咪可以互配嘅？即係未必係你呢支武器插呢個窿咁樣樣。係，都可以影一影先。咁啊，本身頭先阿嘉都講咗啦，佢係有好多呢一啲咁嘅窿，俾你配合翻啲架撐去擺嘅。咁啊，呢個容後再試。咁我將嗰啲主武器擺咗上去先啦。哦，好，又甩啦。呢個位置如果直頭用膠水黐死得唔得？唔得，因為本身佢個變化比較多。哦，即係可以換其他 parts 嘅。係啦，咁、okay. 所以變咗你要插翻啲武器啊，呢路都要靠翻嗰啲咁嘅位置。但係多佢啦，我啱啱一玩開咧，譬如話呢一啲位咧，個感覺都好鬆、哦、我真係完全不費吹灰之力就可以甩掹翻起佢。嗯，咁唔係幾好。係，咁啊，即係比較即係爭啲咯。你問我就，我繼續。其實我覺得山口式大家都是買個造型多嘅啫，即係而家呢個時代，即係佢好似有好多嘢都係，即係例如啲腳腕，佢有時用嗰個山口式嗰只波，但係你冇辦法兩邊企平衡嘅，好多時都。唔係呢個系列，佢一早出即係最初出嚟嘅時候咧、嗯，其中一個賣點係佢平嘅，即係$200到嘅、哦，甚至有得找添嘅。係，但係越出就越出越貴咯，同 Figma 一樣咯。而家應該係。哦，係咯，不過 Figma 都越嚟越貴啦。咪就係咯，同 Figma 一樣，嗌六嚿水啊，差唔多。係咯，我即係好係咁耳裝上去啫。喂，又已經甩咗啦，哇，好嘢喎！甩咗都唔覺啊，已經。係咯，即係翻屋企分分鐘俾地板精靈收咗。即係大吉啊！咁真係好。其實外形就真係冇乜得。咦，哇，係我啱想講咧，而且大家玩到 Vivo Tag 咧。你能夠咁樣成功咁樣唔用台座企咧，都已經幾得噶啦！即係對於控制呢一個平衡嚟講，好咁啊！成件嘢個外形係好靚嘅，亦都有一種好大隻佬、好漫畫 feel 嘅感覺。咁啊，本身即係話有漫畫 feel 嘅War Machine 咧，咁有佢啦，有玩到出神入化嘅千隻鏈啦，等等等等等。咁啊，各有各好啦。呢一隻本身五嚿水左右啦，咁但係。暫時俾我個感覺，如果純粹話玩上手咧，就真係一啲關節就嗰啲位唔係咁啱啊，所以變咗好鬆。咁但係外形我就冇乜挑剔嘅。咁當然呢啲窿就略肉酸嘅。不過如果你話真係要即係溝埋其他架撐咧，咁呢啲位置其實就冇乜得比。即係諗玩窩物村嘅人都想塞滿曬佢㗎啦。係啊，冇錯。所以我係咁耳都塞多兩把嘢先，真係。哎呀，哇！已經甩咗，我都係咬底，老老實實。真係好恐怖喎，真係啲怪物。我係咁，喐一喐已經飛咗出嚟。所以咧，我諗真係要好多心力嘅，即係其實三色觀物論除咗裝配件啦，其實你扭佢嗰個關節咧，都係要好有技巧嘅。即係成日都我成日睇佢哋有啲人玩 review 嗰啲啦，即係拍 review 嗰啲，好勁抽啊！佢成日擺咗啲關節係完全。你想不到他怎樣擺出來的，但是、他又做到的，但是自己玩是永遠都玩不到，所以三角色我覺得很怕技巧 去玩的一些玩具、有位觀眾改正了，其實最初出的時候是$100的，是啊，甚至90多的，不是 他講明本身那個價錢是限制在¥2500的，我沒記錯、哦嗯、但是只是維持了一段比較短的時間，我記得我第一隻三角色，而且他還要說是一個月出三隻的，哦，係啊，所以算把啦。但係點都好，你話即係純粹外形上或者件上面即係有咁嘅質素，咁又即係，唉，算了，我都唔再講落去。繼續咁啊，佢依然係可以將頭先所裝嘅件成抽完全唔需要輪式咁樣擺上去嘅。咁但係點都好，最大個缺點，佢真係好鬼鬆。是鬆到你不信，其實這個缺點已經足夠令人不買了，是即是我真的沒辦法接受的玩具，一直玩到跌，其實真的很火，但是這個問題，即如果你真的對它造型很有愛的，你可以自己解決到的，在那個筍、上點 AA 膠點到它粗一點，但那個愛真的很大咯，
咪最主要係佢唔平咯，而家五嚿水就真係。但唔係㗎，你呢啲產品咧，你點 A 膠落想點粗條信咧都冇乜用，因為點解？佢另外嗰邊配位都係 PVC 嚟。PVC 個窿咧，只係會一路放大，你永遠都賺唔滿佢。撞鬼咯！係啊，除非佢 ABS 咧，咁你就可以寬得緊。但係佢如果 PVC 咧，你點樣補料咧，你都好難縮，即係令到佢好緊。撲街油甩。唔好意思，即係粗鄙咗少少，但係真係冇辦法。當你玩一件嘢嗰陣時候，啲嘢喺度喪甩嘅話咧，其實我能夠係啊，會嬲嘅。能夠唔講粗口咧，已經係即係好對得住大家，又好對唔住自己。不過就咁，當然啦，山口式嘅賣點就可以擺一啲即係誇張到嘔吐嘅姿勢，但係有一個好神奇嘅技術。先可以扭得靚，我真係冇辦法玩得明山口式嘅，但係佢確實識玩嘅人真係好叻。啊，謝，係佢係需要即係、就是、你對漫畫嘅人體有少少心得嘅。同埋佢以往嗰個説明咧，叫你掹咗佢，跟住之後扭啱先得，係啊，咁你死啦！你仲叫玩咩大哥？我就覺得、啊、好似俾個玩具玩，同埋咧，因為佢嗰啲柱咧本身有落到一啲。紋在上面，其實你要抽它出來 都相當困難的。我之前試過拿個鉗夾它出來，怎麼一夾條柱斷軌了、哎、火都它是有個專用鉗的，以前、哦、是嗎？是啊，它不跟著給我、啊、我真的很難試它，它經常當禮物這樣送給人的、哦、它不跟著給你很壞的，跟著可能在展覽上就會、啊、送了，是啊，送啊賣啊這樣。都是那句啦，本身如果純粹講個可動、山口就絕對不用擔心的。咁但係你想點樣將個姿勢擺得靚？呢個係一個難度，難度就係在於你要了解翻本身嗰個山口式嘅關節嗰、那個方向點樣去配合，你先至可以做到一個即係感覺係好啲嘅姿勢。咁啊，一啲比較大嘅球形關節，咁所以變咗其實如果純粹講個可動咧，根本都唔需要特別點樣關心嘅。嗯，對住我。其實造型真係好靚，造型係個造型真係靚。如果呢個造型俾 SHF 出就好啦。但係都嗰句，點解唔 crossover 下咧？我試下諗。但係都另外，即係都係嗰句啦，即係除咗頭先講嘅呢啲鬆到爆嘅關節之外，因為唔係叫關節，鬆到爆嘅榫口位之外咧，其實又沒有很特別話好差的情況的，因為講個外形真的很漂亮，但係多一句啦，即係你想擺一些漂亮少少嘅姿勢，就真係要了解翻本身個關節嗰個方向，扭好了掰實佢，咁你先至可以有一個比較好的效果。同埋山口式，我自己覺得最嚴重的問題，除了頭先講嗰啲榫口位嗰啲鬆緊度之外咧，就係佢啲 QC。哦，都係嗰句啦，之前其實嗰隻 Iron Man 我係中意嘅，我係好想買嘅，咁但係喺坊間度我冇揾到一隻係符合到我嘅要求，一隻都冇，咁變咗嘥咯。你問我就，同埋佢有時好尷尬，佢嗰啲 PVC 咧，可能以前舊版啲可能用得啲 PVC 料比較軟啲啊，係、嗯、啊，咁變咗咧，佢有時有啲凹陷啊，或者係直頭成件件變咗形身，跟住之後咧。佢再喺嗰件變咗形嘅件上面再噴油，咁就變咗雙重色。雙重色係啊，即係佢已經本身嘅外觀已經 set 咗啦，然後再加埋個油漆都成個歪埋，真係 set 爆。嗯，係嗱，係咁喐一喐啫，平白啦已經。好得意喎，山口色喺某啲系列入邊出得非常好，例如迪士尼嘅嘢。啊！佢喺迪士尼嘅 QC 咧係好靚仔。啊！真係奇怪，我完全唔明個玩法。買胡迪好，買巴斯光年好，買即係迪士尼嗰堆啦。可能維尼熊好啊，或者係史迪仔，哇！史迪仔我好想追，追唔翻。嗰啲全部啲 QC 都好好嘅喎，而且一隻產品好靚嘅，喐起上嚟實正嘅，唔知點解㗎。總之逢但係佢都係迪士尼喎。佢出迪士尼嘅卡通人物咧，係出得特別好嘅。我係有買嗰啲，全部都好靚。佢包括做Superior， 即係嗰個咩獸大都會嗰套嘅。哦，那個好靚喎！係啊，嗰只Nick 嗰只狐狸同埋兔仔，哇，出得幾好啊！個可動眼 fit 到漏啊，跟住所有上色都好靚噶，但唔知點解就係佢出某啲其他嘢，明明即係呢啲可塑性咁高，而且好高質素嘅嘢，佢出得咁差噶喎。
我俾少少總結啦。其實如果即係大家玩山口式咧，我自己欣賞嘅地方咧係佢嗰啲斜咳位嗰啲關節咧，佢係用咗好多啲心機同埋即係你係估佢唔到，即係嗰啲位愛嚟做斜咳，愛嚟擺一啲好誇張嘅動作咧。其實呢個真係冇乜邊間廠除咗千隻鏈，即係係幾大膽去做呢一啲嘢。咁啊，當然啦，你問我呢兩件嘢比起咧，我會揀邊件咧？大家價錢差唔多咧。啊！我都是揀 VivoTech 嘅。啊，企喺度都已經，我真係揀兩樣嘢，兩樣嘢。但你問我兩件嘢得唔得咧 ？Sorry， 兩件嘢都是不得嘅。但嗰個我唔鬆先啦。係啦，呢個就當然啦。你話呢個就愛嚟玩咧，就一定舒服啲嘅。你話愛嚟擺咧，呢一個就贏曬嘅。咁啊，各有各優點。但係兩件嘢都係麻麻地。好，咁啊，今晚就玩住咁多啦。咁啊，我都係拎翻啲嘢翻倉嚟，今晚我都玩。好啦，下個禮拜見。啊，個話翻個頭，大家中唔中意呢一個我哋早前試嘅多格仔模式啊，定係咩？喂，係喎，喂，影過佢未啊？今日成集。係咯。個模式就除口罩俾大家啲女觀眾望下啦。嗱，嗰個模式咧就即係暫時有啲缺點，就係我哋每個人做節目，如果每個人想 show 自己嗰件產品咧。即係嗰件玩具咧，就因為好靚氣，係因為我哋睇唔，因為我哋係用嗰個自拍模式睇嘅，咁變咗咧就我哋睇唔到自己影緊嗰件玩具，你都睇唔到自己影緊乜嘢，係啦，所以即係有啲困難未解決到嘅，咁但係喺暫時即係可以容許嘅情況之下，我哋可能咁樣玩住先啦，面罩 mod 嚟。同大家即係 keep 住玩具 TV 嘅聚會咯。係，大家掛唔掛住我哋呢？有一位觀眾話見到我哋喺翻埋一齊，好感動。Assemble 玩具 TV Assemble。好咁啊，下個禮拜睇啲大哥高唔高興，大啲班大哥高興嘅咪繼續拍咯，就係咁嘅啫。咁啊，你哋俾啲反應我哋啦，我哋高興嘅即係見到即係俾人少即係少少兩句嘅，咁咪繼續拍咯。如果唔係咪執笠咯？記住各位，如果支持我哋玩具 TV 咧，就上 YouTube channel 啊，訂住我哋頻道，跟住撳埋隔離個鐘仔，再加埋全部啊！我哋好需要你哋支持嘅。喂，同埋都有句，啱啱有人講話可以貨金咧，我哋 OK， 我哋冇骨氣呢樣嘢，我哋好歡迎大家 sponsor 同埋貨金嘅。貨金玩具都無人歡迎嘅，隨便嚟啦。好，再見。好，拜拜。